笑顺，连我们自己都感动自己了，接受不了，自己的床垫都没有换，终于不是可能整妈妈，或者是可以对妈咪好了，有一些回馈给妈妈了。从睡眠开始，让我们的每一天有好的活力、健康，然后有好的热情来展开我们的每一天。毕竟我们现在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，自从妈妈就是更年期之后，虽然在床上的时间有减少一点点，但是呢，还是要花非常非常的时间来睡觉哦。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任务，那我们就来开箱。开箱时间，我们要先来感谢 Emma 的赞助我们床垫，很感谢接到 Emma 的合作邀约，而且在一开始其实我们犹豫了很久，我在接的时候想说，可是我们也不缺床垫啊，然后后来才想到，哦，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等一下来边开箱边跟你们讲这个显化的故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开箱它。现在是一个 Emma 人，你好奇怪进来的。啊，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开箱了吗？ Emma 人可以收留我吗？没有，把地址给我，妹妹会帮我寄过去。好了，喂。这个是妈妈本来的床垫，我给你们看。冬暖，然后就是两面这种夏凉的这种床垫，跟他说拜拜，加油啦啦！但真的超爆硬的，妈咪有特别交代，就是说这个不要丢，直接把这个盖上来就好。他可能也是怕麻烦，怎么了？有话说。结果养出这两个浪费钱的小鬼头，我还没有呢。没有啦，对，没有，还好啦，怎么会浪费钱的？这是投资，这是投资对的。天哪，会不会太高啊？不是，好说。我觉得太高，啊，下面那个还是帮妈妈垫掉，好，高度来差不多，哎，等等，来，好，站来，我要点风扇，太高了，一二三，出来来，等一下，小心一个旋转，好了，那种猥琐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很紧张。走，准备，你看，准备好让它变大了吗？睡不好的时候帮他按摩，他就会睡到打呼。我希望他可以晚上都睡好，不要爬起来。但后来我就帮自己做挖掘，后来想说没有，就是其实一定是我在担心或害怕什么。有一句话就是担心是一种诅咒，就越担心它就越发生。哦，这样子不好。然后呢，就清理完之后，过了几天就接到这个业配，但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说这有什么。然后后来他们又寄了第二封，想说好吧，那来看一下他们官网好了。不错哎，他们是那个德国的品牌，然后我就是大概划了一下。好的地方前进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们很注重睡眠品质，但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去体验过，因为我们想说，哎，那就去试躺看看，发现他们没有实体店面呢。我想没有实体店，那我这样介绍好吗？他没有实体店面，他把实体店面的钱省下来啊，然后提供消费者可以100天免费试睡，他就是直接让你睡100天，然后。
也不会浪费，然后又可以回馈给社会。我是觉得这个理念很棒，然后如果可以让有需要换床垫的人也可以有这个100天免费试睡，觉得需要就用，不需要就不用，也都很棒。他们敢提供你这100天的试睡，代表说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产品有一定的自信，尝试看看。有那个尊荣班的服务，对对对，享受这个瓦特阿优的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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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P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你等我去叫妈妈。好的，再见。妈咪，你上来躺躺看。好，来我牵你，就是你是我们的 V V I P。是的、哇哇，好暖哦，好舒服啊！阿公快去啊！躺了，以前都会跟妹妹抢妈妈，然后妈妈就躺在正中间，然后就说妈妈转过来，妈妈转过来，妈妈转过来，妈妈就我在上面。没错，没错，来，我们来示范一次，你们想知道？妈妈转过来，妈咪，妈咪偏心，妈咪你偏心，妈咪转过来，妈咪你偏心转过来，我的妈。我要没有要妈妈转过来，我需要不要哇，小时候都是这样，再吵你吵什么，你吵什么。妈咪有没有开心？有啦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真是好礼物啊。OK， 好，最后呢，有在开头提到会来抽奖，没错，这是最让人开心的部分了。大家都爱什么抽奖？没错，感谢 Emma， 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推广这个品牌。没想到有这个机会，也可以为粉丝争取一点福利。福利，毕竟一个床垫其实不便宜。你可以想想，你们家的床垫多久没换？搞不好有这次的机会可以来抽到一个床垫。就算没有抽到，没关系，这边有提供一个折扣码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就是试躺100天啦、啊，然后或者是购买的话，都有那个优。好，那我们这里会抽出一个床垫，不管你是要双人床、单人床、双人加大还是什么的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就看你们家的床垫是哪一种。怎么这么好的厂商啊，真是受不了哎、欸！那活动办法呢，在这边。好，然后记得字啊一定要打对，还有要留的资讯你要留好，就算抽中也很难找到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就是这样了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天的影片结束喽，喜欢记得二喜欢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。相关资讯我们个人还有 Facebook 专业，追踪的最新动态。我是瓦特，我是阿优，大家小美，麦克库奈，开场啊！哎哎哎，开场啊！好啦，开场啊！新年快乐，大家再会。你要连被枕头打都很舒服。好准哦！